在0.001秒里，我经历了我的人生。我看见跑步是快乐的，跑步是光荣的，跑步使我与众不同。但我也看见，我输了。到底这个结果的是谁拿下了金牌？杨俊翰呢？跟金牌失之交臂。可是我不会放弃，因为我是与众不同的，我是光荣的，我是快乐的。